来，你介绍一下自己。大家好，我叫蒋华香，我是来自江苏省沭阳县桑树镇刘寨村的一位普通的农民。我的外号叫胖丫。看得出来是一个行事麻利的女人啊！你多大年纪？我今年30岁了。她呢？我33。你大意了。比我大2岁。怎么有个八呀？这是我练特技的时候练的。练特技？啊。你推自行车上来干什么？我推自行车是用嘴叼一个的。你啊，演杂技？这就是来这特技吧？你行吗？行。真的？真的。不要死扛啊！嗯，行。哦，叼这儿啊！哇塞！这个下巴要很吃力才行。啊。好，可以了。太厉害了！这个东西不用了吧？啊，不用了。好，来来，工作人员把这个先拿下去啊。你以前不是干这个的？以前不是的，以前我就是在家种地。你种地？7点多才推出来，就十几个小时嘛。你一直在门口等？我跟我爸爸一直在门口等。这十几个小时，你脑子里面在想？我都在想嘛，反正医生也说了，说这个手术做了也不一定能成功。然后他就推进去了，然后我跟我爸爸就在手术门口等着，我爸爸就坐在那里。然后我坐在这手术门口，左等右等也没出来。等到第二天早上，医生就把他给推出来了。然后我一看这手术门开了，我就往前就跑。我看他的眼睁着，这眼泪呀、都是哗哗的往下淌。后来医生把那个口罩把他给一拉开，说手术非常成功。然后我就把他给抱着了。然后我感觉他后来就说了一句话，也不怎么能大声说，他就说。我想看看孩子，就想看我们家孩子。我家孩子不是那刚满月嘛，就是说想看看。就是说这个本来进手术室的时候，其实有点生离死别的意思。对啊，害怕吗？推进去的时候？怕倒是不怕，就是老是担心家里面啊，就是担心孩子啊，担心万一不成功了，这一家子全部东西都交到我老婆身上了。还好后来手术是成功的。